旋，穿过时间的缝隙，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的心。这瞬间的动静，最亲密的距离，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，也在这和你相遇，漫游的星星。各位乡亲朋友，来到我们的马一万现场，我代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在这边跟各位谢谢，也感谢我们乡公所给我们海大这个机会来举办今天的2022年乡公所北马拉松选手。非常的高兴啊，来参加北港印地马拉松前夕的选手之夜。我想我们北港印地马拉松在大家期待之下，天就要正式开放。虽然说天气下雨，但是啊，我一点都没有减少我们的热情。反而如刚刚乡长说，我们风雨生信心，一定要挑战，一定要征服地表最硬的马拉松，挑战自己，超越自己。